哇，就是我很少认识收集那个圣斗士星矢的，因为太可怕了。他每换一个衣服就出一个公仔，精装啊，银装啊。他以前就是公仔很烂，对，现在很豪华，好不好？现在那个一盒那么大盒，超豪华的。这要收集圣斗士星矢，钱要很多。那我们就带来这一首歌。现场有朋友会日文的吗？啊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我乱唱了，也不知道，因为它太快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热血一下这首《天马座的幻想》。